这个女人真是太狠了，拿起锤子比划几下，找准位置后，用力地砸在自己脸上，只为了毁容，隐藏自己的身份，并且看书学习，制造了一场完美的凶杀案，让伤害她的人付出代价。终日受舆论的指责，女人名叫艾米，是一名出色的作家。在一次宴会上，她认识了幽默有趣的专栏作家奎尔，很快就与其坠入爱河，并且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艾米总认为丈夫和自己的父母不同。 不会成为一个将自己当成摇钱树的败类，可是他却低估了人性。一切从奎尔失业之后，他完美的婚姻就有了裂痕。这天，她看见丈夫洗漱好之后准备出门聚会，便打算与其一同前往，可是却遭到了丈夫的拒绝，并且争吵过后一把将她推倒在地。这时的艾米才明白，这场婚姻算是走到了头。但她那样骄傲的人，怎么可能允许丈夫对自己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呢？于是她便想出了一个完美的计划，想要将她懦弱、自私、懒惰的丈夫打造成被世人厌恶、唾弃、抛妻弃,弃子的人渣。有了这样的念头。 艾米很快就行动了起来。她依靠自己作家的才华，编撰出一本日记，上面讲述了自己与丈夫从相遇到结婚，再到感情破裂的所有经过。然后将日记恰到好处的烧毁，利用准备的线索引诱警察找到，悄悄提高自己的保险金额，受益人改为丈夫的名字，刷爆丈夫的卡，制造财政危机的假象。又与怀孕的邻居友好相处，将马桶抽干，采取孕妇的尿液与自己的血液混合，再将它们泼洒到地面后又擦干，伪造凶案现场。 一出杀妻骗保的好戏就这么完美开幕。然而，引导了开幕式的艾米开着用现金买的车来到了一处住宅暂住。为了伪装自己，她不停地吃着各种食物，将自己变成一个肥婆，甚至不惜用铁锤打伤自己的脸。她来到网吧搜索自己的新闻，看到网上对丈夫的怀疑和指责，感到十分满意。但是这一切真的会如她所愿吗？这个女人真是太惨了。认为万里挑一的灵魂伴侣，实际上也只不过是一个懦弱、自私、毫不懂得担当的人渣。如果说丈夫的推搡是艾米对爱情感到失望的开始， 那么，丈夫对别的女人做出曾经两人专属的举动时，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她无法忍受自己从一个万众瞩目的作家变成一个终日患得患失的泼妇，更无法接受靠她生存的丈夫在遇见别的人之后就将她弃如敝履。所以，她决定毁了他。 精心制造一场凶杀案，将这个败类送进监狱。计划开始之后，艾米就搬进了一间小屋。这天，她正在邻居家里看着电视，里面播放着关于案件的新闻。因为别人说了一句坏话，她便趁着别人不注意时，往邻居的杯子里吐了口水报复。 在听到新闻里对丈夫更加恶意的揣测后，艾米开心不已。她回到家，迫不及待的就打电话举报了丈夫姐姐家有可疑痕迹，用来执行她计划的下一步，让警察找到那些她用丈夫的信用卡购买的东西，增加杀妻骗保的可能性。随后又将自己在日历上已完成的便利贴撕掉，期待着丈夫可以自主完成她计划的最后一步。顶不住舆论自杀，艾米在院子里愉快的打着高尔夫，却不料跳动时腰包落下，大把现金掉了出来，引起两个邻居的注意，警惕心让艾米决定赶紧搬走。 他擦拭着家里，打算销毁自己居住过的痕迹，可还是晚了一步。大白天，两个邻居就冲了进来，将一米的积蓄洗劫一空。没了积蓄的艾米走投无路，只好求助一直以来都对自己念念不忘的初恋。他利用天衣无缝的谎言和精湛的演技，成功获得了对方的怜爱和疼惜，并且说服对方给自己找到了一个隐蔽的藏身处。这个女人真是太狠了，面对一个深爱自己的男人，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不带一丝犹豫的就用刀划破了对方的喉咙，只因为对方的爱让他感到了束缚。艾米求助了念想自己多年的初恋，成功获取了对方的信任。初恋带她来到湖边小屋，希望她可以在这里安心的住下，并告知她这个地方里里外外都有监控，他会很安全。夜晚，艾米看着记者对丈夫的采访，只觉得对方虚伪又恶心。男人将她手中的电脑拿开，告诉她应该开始新的生活，并且再次向艾米告白。不知该如何应对的她又再次演戏，没想到男人竟提出要搬进来的要求。尽管艾米再怎么， 不想也没办法拒绝，毕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于是她接受了男人的要求，并且重新变回以前的模样。在得知丈夫将自己还活着的猜测说出来后，艾米明白，只要找不到自己的尸体。 那个渣男就不可能自杀，于是他开始为自己这段时间的失踪找了一个完美的借口，不仅可以摆脱企图控制自己的初恋，还可以为自己找到开脱的理由。于是，在与初恋吻别之后，他迅速的用袋子绑住自己的脚踝，打开监控，确认他已经开车离开，他便用红酒浸湿衣摆，伪造血迹，然后爬到窗边，做出惊恐、害怕、痛苦的姿态，利用监控录下来。每天都用绳子缠绕自己的手腕，再用锋利的瓶口伤害自己。带男人回家后，用言语放松了其警惕，最后趁其不备，用刀一击毙命。 第二天一早，她就开着车，浑身是血的出现在家门口，与丈夫相拥，且晕倒在记者面前，为自己的心细化上句号。面对警察不断的盘问，她把一切都推到了死去的男人身上，在记者面前和丈夫演了一出恩爱的好戏，利用丈夫害怕舆论的弱点，要挟他与自己共同演戏，一切都在朝着她的想法进行。艾米将自己怀孕的证据作为礼物送给丈夫，可却让对方再一次感受到了她的可怕。 cause each other pain. That's marriage. 艾米成功让丈夫再一次妥协，两人在世人面前竭力的扮演一对恩爱夫妻。可是演出来的一切又可以安稳多久呢？好啦，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这算是一场渣男和做女的一场博弈，同样也映射了许多现实生活中会遇到的很多感情问题。但是女主的做法实在太过极端，甚至还伤害了无辜的人，这可是不可取的、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喜欢的小伙伴欢迎评论区留言哦。咱们下次再见。